朋友们大家好，感谢关注救火大伟。看一下这熙熙的人流，这个就是天河古玩市场每周三的这个宰楼房。咱们看看有没有什么老物件啊。不是真皮的，搭搭奖励500。带您逛一逛这点摊儿，有点旧货，看看都有什么旧货。哇，这盘多少钱？冲！您别说了，别说了，我刚才没看到，冲钱太多了。啊？我冲太多了，这站着看还真看不出来。小西线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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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再看看，快停下，就停下，快走。他那个后边让我感觉特别的不舒服，有好多细沙子。有阳光就是六十吧，看看。鱼竿多少钱呢？鱼竿，咱们套路竿，鱼竿，45，1米4的，还有7米2的啊。没有那么长，你会不会？我也不知道。别就北京户，我们是外地户。没有，不这意思，咱不这意思。他哪儿的货也行，行。行，好。那我陕西的，我俩表哥了呢。哎，今儿卖完了，差不多了没有。可能是来的有点晚了，我觉得东西都被人们给挑走了。是吧？好，来这鸡巴吃不吃？一顿，我操！我现在就最香了。快快别卖了！没有，2000块钱没空吧？秒了。你哭了吧？你就说最高能多少钱？行，我就不行，我都留着，这都垮了。哎，这鱼盘多少钱呀？啊，坏了。二百。哎，快点，快点，这小西线有的站着真看不出来。你近了才能看见。150。
我280的，180，跑36的就180，这个就100。那有个一刷子的。这就是天河古玩市场，然后的这些旧货地摊。现在是将近11点，应该说是没什么太多东西了。今天啊，咱们就拍到这儿，下回啊早点来。好，感谢朋友们关注旧货大为，咱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